今天的最后首歌曲，那我安排的三首歌呢，都是比较不同曲风的哈，一首《神奇的马》，一首《春华秋当》，那接下来呢，安排的是一首比较抒情的，那送给喜欢听抒情歌的朋友啊，来一首《驿动的心》送给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是否有